起来做打印笔。首先准备一支笔，把笔芯取出来，支笔盒呢就放在边边备用。拿出袋子，用剪刀剪成一条条，接着卷成细条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啦。再把这个装进去笔壳里面，打印笔的部分就完成啦。接着画出你想要的图案，我准备画一个少女心蝴蝶结，把它剪出来。我画的这个呢有点丑，不要介意哦。用双面胶把它固定在这上面，等下就不会移位。这上面呢也要贴满胶，拿出打印笔给它上颜色，就还挺解压的，贴合度呢也非常的适合，就是前期有点麻烦，要用夹子夹住，不然会跑位。像在穿针一样，是不是还挺好玩的感觉？怎么样，我这方法挺不错的吧？跟打印笔简直一模一样，重点呢它还不用充电。